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第三卷现在七大讲到最后，第七十大，佛对阿难说：“阿难，失信无缘，因以六种根尘妄出，失就是指第六意识，包含前五识，这个失的了别性，那个性就是指它能够明了分别的这个功用。它这个了别性啊，无缘，因为它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所以称它叫做无缘。那么既然无缘，这个失从哪里生起来呀？因以六种根尘妄出。因为六根对六尘，六根对六尘发生这个六识的作用，所以它不是真正有实体，是虚妄的，所以叫做因以六种根尘妄出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不是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头滋味，身感触，意之法，假如没有这个六根对六尘的话，六识的作用是无所从出的，所以叫做因以六种根尘妄出。接下去就分别这个识啊，它的情况究竟它是怎么样子发生出来的。你今遍观此慧身中，用目寻利，其目周视，但于镜中无别分析。这是先说明根照镜，就是且拿眼根来说，你是阿难，现在周遍观察这个楞严会中法会里面所有的佛弟子当的圣众，因为下面指出来的几位啊，都是最起码证阿罗汉果以上，所以叫做圣众。用目寻利，目就是眼睛，用眼睛顺住法会当时的大众去看，一位一位经历去看，其目周视啊，但于镜中无别分析。这个眼睛周遍看视，直向镜子啊，照出这个种种的现象。镜子照现象，虽然镜子能照出相来，但是镜子是无知的，它是属于无形之物。现在这个目眼睛在看，眼睛是有知的，它能周遍照出前面的境界，但是眼根对当时的色尘的经过之后啊，它没有另外分别，不会去分析分析前面是什么是什么，因为六根眼根对住色尘的时候，这个眼识啊照现量境，
颜色照现亮净的时候，它不会起分别，好像镜子照到境界，境界清清楚楚显现在前面，是限量，但是它不会去分别这是什么东西，那么会分别知道前进是什么，那就是同时意识升起来了，所以接下去说，你是以中次第标示标值，你的同时意识跟颜色同时升起来，第一刹那颜色照进，第二刹那就是同时意识在分别了，按照看到的次第标示出指出这是什么，此是文殊，此富罗罗，此目犍连，此须菩提，此舍利佛，这就是同时意识分别，接触这个第六意识的全体作用啊，都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。这一位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在菩萨众中智慧第一，这一看他就分别出来了，那么这个功用就是第六意识。这一位是富罗诺，富罗诺在佛弟子十大弟子当中他是说法第一，其次这一位是目犍连，目犍连是神通第一，再其次这一位是须菩提，须菩提是解空第一，再看一位，这一位是舍利佛，舍利佛在声闻众中是智慧第一，随便举出这么几位来，这都是圣众，所以前文说此会圣众，因为富罗罗到舍利佛在他的事迹都是阿罗汉，文殊是大菩萨带果行因的菩萨，因为他已经成佛倒驾慈航，示现菩萨身来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扶持，此事了之啊，为身一见，为身一相，为三虚空，为无所因独然而出，越四方面来分别这个能分别的功用的第六意识，它是怎么样子生出来的？这个第六意识的明了知道前进的这个功用，它是从见身吗？见分，能见的作用是第八识的见分，这个见由见分升起来，有你的识的作用吗？这是第一，或者是生于相，从上相分中生吗？不是从见分生，而是从相分生，是从相分生吗？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如果不是从见分相分生的话，难道它是从虚空生出来的吗？第三，或者是他无缘无故，没有因由，没有因由，突然之间就生出这个事的作用来，这是第四。你看看在这四种当中，它是从哪一种升起这个事的作用啊？下面就一一加以分析。阿难，若你是信生于见中，如无明暗，即于色空，四种必无啊，原无你见。假定这个分别的作用是从见分生，如果你的能了别的这个实性，第六意识是生在见分之中，但是如果前面没有光明，没有黑暗，也没有色法，也没有虚空，这四种都没有的话，你的见根本不可得，因为你的见就是见到前面的光明
啊，而光明当中有色法所见到的色法，例如刚才见到的这些人物，而这中间必定有虚空啊，有空才能显出这个色来，暗也在空中显现啊。如果这个明暗色法虚空这四样都没有的话，四种必无，这四样都没有的话，那你的见就不可得，就没有你的见，因为你的见分的见就是见到这四样东西，离开这四样东西见分不可得，你的见在哪里啊？见性尚无啊，从何发师？你能见的了别性尚且没有，那你的第六意是从哪里发出来呀？这可见不是从见中生啊，因为离开这四种你的事就不可得。若你失信生于相中，其次第二，难道你的事了别性从相分中生出来吗？从对面的相分生出来吗？不从见生，不是从见分里生，而是从相分里面生出来的。那么这个相分它没有见的作用的，它既不见明亦不见暗。相分它能见明吗？它能见暗吗？这个相分且拿例如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无形之物，哦，这个房子，这个桌子，这个凳子，这些都是相分。这个相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明什么暗，他也没有见的作用啊，所以也不就不见明。他既然没有见的作用，也就不见暗，明暗不足，即无色空。他也不见明，也不见暗，足就是见，看。他既然没有明暗能看的作用，当然也就不知道所谓色与空啊。彼相尚无啊，是从何发？彼相分自己本身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，明暗色空它都自己也不会分辨。那你的是从相里面如果能发的话，它从哪里发出来啊？它根本不会分辨，它哪里能够发生呢？所以可见你的见不是从相分生，这个很显明可以知道的，不必细辨，决定不是从相分中生。那么难道从空生吗？若生于空，非相非见，非见无变，自不能知明暗色空。这个如果说是从空生，它这个虚空啊，不是相分，又不是见分，不是见分就不能辨明啊物质的种种分别，就非见无边，不是见分不能辨明这个所见的东西，那么自然他也就不知道明啊暗啊色啊空啊这四项他都不知道，他没有办法知道啊。所以空没有见分，他不是见就不会升起这个见的作用，不会分辨前进，那么明暗色空他都不知道。那么如果这个虚空既然不是见分，难道他有相分吗？他自己也不是相分，非相灭缘，这个灭字哈，把它看作无字，看作无，做无解释。他又不是相分，不是相分就是没有所缘的境界，无缘，灭缘就是无缘，灭掉所缘的这个作用，他不会缘尽啊，
它不是这样分，它更是不会有缘的作用，所以非相灭缘就是非相无缘，不可能有缘的作用。那么因此啊，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啊，虚空里面哪里有见啊？见分没有，它哪里有闻的功用啊？耳根听声声，这个闻的作用虚空也没有。那么鼻子嗅香，舌头滋味，身体感触，用一个觉字包含，这些它通通没有。它也更不会有意知法的这个知。如果是身在虚空的话，你的见闻觉知要安立在什么地方啊？安立在虚空吗？虚空也不能安立你的见闻觉知。因为你的见闻觉知不是从虚空，不是从虚空升起来，它不能圆空啊。因为离开这个见闻觉知的本身的体性，它不会圆啊。现在你说是从空生，不可能，空里面没有见闻觉知，而见闻觉知在空里也无处安立，没有地方放。处此二非，空则同无，有非同物。处此二非，二非就是指见相两分都不是，非不是，处在这个见分也不是，相分也不是当中，那么虚空当体等于没有吗？虚空当体它就是只有一个空空洞洞而已呀，它不会有见，也不会有相，所以这个空等于无。如果是有的话，它又不同于一切物质。有是色法，色法才有，色法才有嘛。这个色法，例如说这个桌子啊、凳子啊、万物啊，有。可是虚空是没有的啦，虚空它不同于物质啊，虚空不同于物质，是有非同物。你说它是有嘛，它又不是跟物质一样，它有一个东西摆在那边，它不像一个东西呀、能够摆在这个地方。虚空不是这种东西，你看这个空空洞洞的这个虚空，它有一个物质吗？假如有物质，我们用手抓这个虚空，你抓到看虚空，你抓到没有啊？没有，因为它无形无相。所以如果说它是有嘛，它不同于物质，所以有非同物。那么这样子虚空纵然能发出你的事来做啊，那么能发出你的事，可是欲何分别啊？它分别什么呢？纵然虚空能发你的事，虚空是空的，虚空是没有的，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啊？不会起作用。纵然能够从虚空生出你的事来，但是也不会起作用。所以可见这个事不是从空生啊。那么其实最后一个第四，无因生啊。如果是无缘无故突然而生，若无所因突然而出，假定说你的事没有因由，无缘无故突然之间就生出来了，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何不日中别是明月啊？这个话不是很好懂，因为我们现在白天看到的就只有日光，白天看到的只有日光太阳，不可能在太阳旁边出一个月亮。你能想说太阳的旁边有一个月亮，有这种事吗？不可能。假如你的事能够突然而生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在日光的旁边看出一个月亮来呢？何不日作便是明月，何反问此？假如能够突然之间发生你的事的作用，无缘无故无因而生，突然之间生出来的话，那
为什么你不能够在日光旁边看到一个月亮？因为你可以突然而生吗？那么天上也可以突然而生出一个月亮在日光旁边，它也可以突然而生。天上既然不能突然而生生出一个月亮来，那么可见你的诗也不可能突然而生，突然生出一个诗的作用来。那么这个诗可见它是无缘呐、完全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怎么样是生起来，无从辨明呐、不得而知，那么进一步佛要阿难细细的去研究，所以说你跟细想，唯细想神，他叫阿难说你呀、更进一步的细细的去详察，很微细的去详审，细细的去审查。怎么审查呀？解脱离经，向推前进，可壮成有，不向成无。如是是缘，因何所出啊？这几句话文字很简，不很好懂。解脱离经，经是眼睛，眼睛。现在你的解的作用，我们凡亲都认为啊，解的作用是寄托在眼睛。解的作用寄托在眼睛，而向推前进，所见的相分是在前面，前面的境界，推出前面有境界，那么你的见到前面的境界，所以叫做见脱离经而显现出见的作用。所见到的相分就在前面，推出前面的境界来，让你看到，可壮成有。状是现状，可以看出相分的前面的现状，前面有什么东西，我看到了，成为前面有什么东西，那我眼睛看到了，那么如果没有前面的沉浸的话，那就成为无，不像成无。如果不是前面有相分，那你的见就生不起来，无，没有见的作用，没有前面的沉浸显现，那个相状没有，那就你的见也就成为无，没有东西好看嘛，没有看到前进啊，既然前面没有进，所以不相成无，不是前面有相分，那你的见分也就成就没有了。就变成没有你的相分，不像尘土，不是前面有相分，那你的见就成为没有，因为有相分，你能圆到相分，所以才能见到。假如没有前面的相分的话，如是是缘，因何所出啊？像你现在这个能了别的这个事的功用，它是从什么地方出现来？那么这个事的作用，它必定要有见有相，见分出来照到前面有相分，才能有见的作用，没有相分，见的作用就生不起来，就没有，那就等于没有，所以如果没有相分的话，如是事的了别的缘从哪里出来呀？因何所出啊？前面没有相分的话，你的见从哪里生出来呀？生出来也不会有用啊，因为无相可对呀、由此可以知道，认为一定越哪一部分生出你的事都不对，都不是，或者你认为是那是见相合合而生吧，因为有见就有相，彼此合合而生，也不是合合。为什么不是合合呢？
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。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，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八戒离欲求出离，莫发慈悲方便门，众等发心求境界，种植出世解脱种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药师经祈福法会，恭请上果下慈法师传授及圆通寺僧团领动。日期10月2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下午恭读药师经暨佛法开示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，0398986860398988686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药师宝忏除罪障，放生福寿广增延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佛前大供护身祈福法会，恭请上广下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群共同领众。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9866，0398989866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下单，从朝一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自回护。若于足下丧其行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嗡异地女尼梭哈，嗡异地女尼梭哈，嗡异地女尼梭哈。